这个是36味香草熬制的兔肉，又软又香。这个是6个月大的鹿腿肉，筋肉香融，弹牙可口。这个就更厉害了，这个是野猪肉传承的肉丸子，野猪肉硬，你们都知道吧？但是把它剁碎，加上马蹄，再用它的白油来煎。 反正我是不会说了，就是好吃。哎，你别不说了呀！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呀，这是牛肉。哦，牛肉啊，牛肉太常见了，牛肉不稀罕。我们不稀罕。哎，这牛肉和牛肉可不一样，这个牛肉是水牛肉，后臀、腰眼下面巴掌大的一块，又嫩又香。哦，这个我知道。哎，这块肉啊，它还有个别名，叫屠户牛，是那屠户。